澳门加强防疫，规定乘客必须要戴口罩才能够搭巴士，否则车长有权拒绝上车。澳门交通事务局公布，因应新型肺炎疫情持续，为保障车长和乘客健康，中午开始所有乘客的巴士乘客必须要佩戴口罩才能够上车，否则车长有权拒绝乘客上车。当局亦都要求公共交通加强车厢和车站清洁和消毒，留意车长和员工身体情况。